主。三姐，一辆高铁最少也要5-6万。肯定不止，至少要10万。哎，你看，你在说什么？三姐叫我偷你的烧鸭。三姐说你的烧鸭很大，一个人吃不完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不用偷了，来我家吃饭吧。好啊好啊。有人。等一下。嗯。啊！杀！今天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干嘛偷偷摸摸的？对不起，我们习惯了，大意了。来来，吃饭。好好，吃饭。啊！我们吧，我们不想死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你刚才不是想毒死我们吗？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？刚才我做菜啊，放鸡放盐，不信我试用给你看。还愣着干嘛？平身吧。好，吃饭吃饭。终于等到了饭点，干饭人干饭时间，第一个冲向饭店。我们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我们先走了。有人把东西放下。